我真的是生完孩子之后真的记忆力减低很多。 S 贵人多忘事，幸好名下三间新一区豪宅我们都有帮你记着，市价8.1亿。But 这栋2011年买下冠德原件176.3坪豪宅，去年年中秋售，每坪178万元，开价2.76亿元。今年5月以每坪约140万元，总价约2.47亿元卖出。据悉，买家是两位新竹人，全额现金购买。真的很难算，你们也知道我数学不好。Bass 说，我们的确是卖了冠德原件，因为之前买了新家，搬离冠德也有2年了。而且房价没有打折，是以原开价卖出哦。当初他买下19楼两户，打通后总面积约176.3坪，包含2车位。你以为这样就够大了吗 ？No！我们就想找个姐弟俩可以住到长大，偶尔婆婆或公公来也能住得自在的房子。所以买了第3间房，之前住的就会卖掉。谢谢你们的关心啊。是说结婚10年的大汪日前一度传出婚姻危机，大半年都没合照，直到女儿幼稚园毕业才有难得的全家福。据了解，汪小菲上礼拜六39岁生日，大 S 贴心办生日趴，还送上礼物。我和小菲老夫老妻的，同不同框没什么特别大惊小怪的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